乔安，帮我冲杯咖啡。里面有我不能。我跟他商量商量，趁着帖子影响力没扩散，先澄清，也让院领导心里有个底。当不上主治医生又怎么样？和贺乔燕的关系到此为止，我耗不起，也没有兴趣耗。你们离我远一点儿！原来是这样啊。换位思考，我要是他，非弄死我不可。乔燕，你放手！再乱动，我就在这里亲你了。别挑战我的耐心，要是把我逼急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女人，你抢了我的台词。贺乔燕，我没说清楚吗？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牵连，请离开我的生活。也许玩笑太多次让我感觉不太真实，也许奇迹总恰当合适，撩拨心思，把刀子曾相识，心动又太迟，却不知我曾习惯你。
我的